Hello，我是 Adian。最近那个好像更新了之后，那个游戏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卡，然后现在把灵隐关掉了。然后这个是我之前，然后反正这一期视频都是我之前录的素材。反正我大概把这一期视频做完之后，就没有2.11之前的素材了。然后这期视频好像三把都是59，有点忘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实机车打折吧，反正有很多实机车都点亮了没买，然后就一直在玩59。然后八级金币车里面好像我基本上差不多都玩过吧，然后反正感觉还是59的话还是收益比较好，而且是唯一一个中坦吧，好像是唯一一个中坦，刚好可以练一下中坦技能。然后看一下这边这一把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中坦，然后我就只好当中坦打了。然后我们的队友一个比一个勇猛，冲得非常快，然后就是要注意小地图啊。然后对面的话中坦也挺多的，但是对面有两个中坦，因为中坦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图改了之后，中坦出生点变成城里了。然后对面152是打了 HE 啊，然后这张图中坦出生点在城里，要，然后因为中坦机动不太好，出来掉头还要再出来的话是要一段时间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们因为全是中坦就没有停，直接一路压过去了，然后他就送掉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TD 打这么前面，也是蛮凶的。我们的队友胆子非常大，然后在这边先。五九最大的优势是就是辅角好，七度辅角，这个是比较优秀的地方，就是和钢三 D 也是比较优秀的地方，也是这个原因，因为钢三 D 也是七度辅角，但钢三 D 这个炮控有点稀烂，虽然五九这个炮控也就稍微比那个钢三 D 稍微好一点嘛。这边的话，我们这个爆员要不行了，赶紧过来救他。这边断了T44的腿，然后我们这个爆员才跑掉。像我这种中国好队友，这边撞死T44，再给这个。54来一发，这边先把 TD 收走，有 TD 先打 TD， 然后再打中坦。一般中坦是留到最后的，因为中坦的话机动又差，然后输出也 DPM 也低，所以一般是这个情况。然后战家的话一般来说，如果你是中坦的话，战家的话70%之前往朝那边走的话，机肯定是来得及的。只要对面不是三个人在站，如果你是中坦的话，那50%的时候你往回走的话应该也够了。只要不是什么属于 T95 这种50%的话，从一张图爬到另一张图一个角落爬到另外一个角落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一个人站家的话是一秒钟一点的话，站完是100秒，两个人好像是60秒还是50秒，反正三个人是30秒，然后最多就三个人，里面站四个人的话也是30秒。然后第二把是卡斯蒂利亚，这个图的话已经基本上都大家都知道几个黑枪的位置在哪里了。这张图已经没有什么反正都被挖烂了吧，这张图。反正其实这张图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改过，还行吧。反正大家该黑枪的都知道黑枪点在哪里之后，什么类型的车都是黑枪，这个有点蛋疼。这边的话依旧是左两台59，我们这边好像是没有中坦，没有高级中坦。然后看这边的话，队友是全部往这边走了，那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们走了。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录屏的事情啊，这个录屏这个事情呢，最近换了一台电脑，然后从 Windows 换成 Mac， 然后发现我以前知道这个 Mac 这个处理器很烂，但是没有知道这个 Mac 的处理器这么烂，给烂到这个程度。反正现在没有办法录屏啊，然后没有办法录屏还是可以录的，就是比较麻烦，但是没有办法直播，这个事情就比较尴尬。之前试了一下触手直播，好像还可以啊，就是看的时候有一点帧数有点低，这个比较蛋疼。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小老鼠，小老鼠这边是角度很大了，所以才能打穿。不然的话，我这个59这个穿身拿小老鼠其实没有什么办法。我都不想打，因为肯定打不穿小老鼠两百的垂直，200的手下，然后再摆个角度，再加上本来就有点倾角的话，根本打不穿的。这边五四是上，那我是选择，当然是选择和五四一起吃这个老鼠了。然后看五四往里面拐，那我就往前走，一定要把这个交叉火力打出来，就是要打一个纵深啊，就是用术语来说，就是要打一个纵深。这一炮没掉血，我好像是。然后对面的话，显然的话，刚刚我队友也是他五九是去右边的那个山坡上点了一下，然后是可以看到对面大部队都是在那边，然后这边的话就不着急了，然后就是。黑枪点啊，黑枪点的话是这边的话是上方出身的话是可以直接中坦是可以直接去这个点，但你要去这个点是建立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你们这边有别的中坦去点灯的情况下，你最好再黑枪，因为要是没有中坦，你一个人上去黑枪肯定是会被骂的，而且一般的话只有一些不太适合去点灯的中坦可以在这个地方黑枪，比如说50妹和610。看140也可以来，反正这个看自己喜好吧。要是如果没有你们这边就你一个中坦的话，最好还是去点一下灯。这边的话俯角压不下来，因为我这个地方实在太高了，然后这边不小心滑下来呢，我也懒得上去了，再掉头上去太麻烦了。然后和杠八把前面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吃掉，这个也姿势有点迷啊，这个猎。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话，优势的话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这边状态还比较好，然后对面的话好像状态已经不太行了。然后突然在这边发现了这个野生的虎王，看能不能给他来一发再走，来一发没来到。然后好像最近更新之后就出了一些 bug 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反正杠三 D 有一个无限放空炮的 bug， 然后中坦的话。转弯的时候开炮会有偏差，反正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测试的。然后多了那个什么，多了装填倒计时和距离显示器，这个要在设置里自己开一下。还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多的啊，多了那个新线。新线的话我还没有，我才刚刚点出来五级。今天是几号？今天是7月4号，我今天才刚刚玩到五级。反正我没有点，我之前玩了一下莱茵啊，莱茵之后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莱茵128 DPM 只有1900多，然后150 DPM 有2200，好像我感觉这个数据有点问题啊，应该是后来要加，我感觉下个版本要加强128的炮射速DPM， 加强射速。不知道他是应该是这个数据出错了吧，我感觉他们好像总感觉他们这个闪电战开发部门就只有一点点人在做的样子，老是出一些奇奇怪怪显而易见的问题。然后好像再说一下国服吧，国服好像最近也没有什么消息，好像是这个卫星已经飞得比较远了，然后而且还顺带带走了中国车。之前有个游戏新闻上面就是说，反正有关注的人都应该都看到了吧，就是说这个国服要在中国车要留到和中国服务器一起出，
然后但是大家之前看之前曝光的话，中国车已经全部模型平衡都做好了，然后要就是要等到国服。然后之前托人去问了一下空中网，就是隔壁有一个公众号叫帝国图书馆，然后给他们打个广告，然后他们去见了空中网的接头人，然后我让他们帮我问了一下，然后他们反正大概空中网就是说国内的手游市场不好，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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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对这个不太上心啊。然后反正就是大概国服这两个月应该没什么希望了吧，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出啊。然后对面的话是只有一个744啊，然后没有过来，那我就直接压过去了。这边被队友撞了一下，有点啊，我最烦这种人了，我靠，真的是不会看着前面了。大家少撞队友，少就是最好跟着队友走，但是不要去跟队友发生一些肢体接触啊。这边的话是这个米老鼠这个手下的话，这个裆还是挺硬的。反正国服没了，然后最近的话，那现在下一条新线可能就是 T57 了吧，我觉得。但他看那个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开发者那个开发日志上面说的是这个版本还会有 2.12 和 2.13。但是他好像之前的话是他们毛子偷偷的说的是 T57 要等到 3.0 才会出啊。那就是可能接下来两个版本都没有新线了。那就是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更新什么，反正据说这个录像功能就是有自由视角的那种录像的话，好像也是陷入了开发瓶颈。那我也就不知道他们会更新什么，反正不过现在 bug 确实挺多的，而且他们毛子已经有好几个版本没有平衡数据了，真的是非常让人吃惊啊！难道他们觉得他们的现在的各个车的表现都非常好吗？不知道毛子在想什么。然后我好像是快全线通关，好像已经没有几条线了。还有一个 STB1 和263和268和蟋蟀啊，大概是还有四条线。四条线的话，三条都走到九级了，除了蟋蟀的话都走到九级了。应该这个月的话就可以，这两个月差不多就基本上全部打完了。全部打完了的话，之后基本上就开始打十级了，然后开始看能不能打多约一些军团战什么的。然后这个他们美服自己做了一个军团战系统，也是挺厉害的，我挺佩服他们。然后他们非常的给力啊，自己做了一个系统。然后那个系统的话就是反正分三个联赛，然后分三个级别的联赛，大家自己报名有参加。然后奖励的话他们是找了几个，他们找了赞助，我不知道他们找了谁啊，反正感觉很有钱的样子，毕竟是美服土豪嘛。然后他们说可以愿意把数据共享，不知道在亚服这边能不能做。反正再看情况吧。我感觉这边因为亚服讲的语言还是有点多，不过好像美服那边也挺复杂的，有什么西班牙语，还有英语，还有一些比较小语种啊，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个图的话，59这个基本上开加速是可以直接开上去的，但是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这边需要大家多练一下。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只能开到一点，然后要侧着身子上来才行。然后就是然后的话这边的话是大部分十级中坦都可以上来。这边的话 ，HE 没有穿，好像打到那个炮盾那个地方。然后我在这边就跟他们耗着，然后因为我队友是没有上来，我这边
没有办法，那只能在这跟他们耗着，因为我这边要下来的话，要下去再上来的话有点困难。然后但是这边又有一个问题，侧面有人在打我，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五九优秀的辅角就发挥出来了。然后这边还好有两台轻坦，我这边有两台中坦，估计我就GG了。251这个车其实辅角不是很好，但是勉强够用。这边的话先找一个掩体，把这个251打不到我，然后我先这个一般的话一打多的情况就是这么处理的，就是先找一个掩体或者先跑，就是等对面落单的情况下再一对一，然后一对一解决掉一个再来另外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然后这边的话把两台轻坦都收走了的话就可以上去了，然后我们这边突然就变成大优势，非常奇怪。这把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了，然后好像后面也没什么了，然后接下来我做什么视频呢还没有想好呢。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我可能做一些地图的讲解，或者是做一些车辆弱点的讲解，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呢，再说吧，等我想到了再说。然后对面的话，刚打我的是这个猎豹二，它一直没有亮。这个破图终于过了十几个版本，终于要改了，人家也不知道毛子怎么想，过了好这个图。是一直就有了，是游戏初始以来就有了，然后到一直没有改，突然就要说要重做，我也是不明觉厉。好吧，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